觉还不错啊，这些年轻球员其实也学习到蛮多东西，因为这几天其实自己也有来跟他们一起做训练，然后也学习，然后刚刚比赛其实他们也就是也很勇于去挑战老大哥。自己的身体没有就是那么年轻了，对啊，就像是像高中的时候吧，我高中以前的时候就是觉得是跑得起来啊，就是都不会喘，然后我刚看他们也是一样，就是每个高中生在打球的时候都不会喘，很年轻。对，因为觉得有时有点看会跑不太动的感觉，对啊，但是就是觉得说他们就是也很就是非常的感觉上他们很兴奋，对啊，那当然有点不太公平了，毕竟我都大他们有十岁了吧，所以其实就觉得身体强度啊很多各方面他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啊，对，那当然是说希望就是未来他们可以继续努力了。很兴奋啊，因为他们都是黄金世代的嘛，跟他们打到就是学习他们经验，最希望上就是看他们怎么走位，然后就是他们就打得很轻松啊，不像我们打得那么快那么喘，然后就是要学习他们优点，然后增进自己的缺点。在跟他们打的时候，就是我会去揣摩他们的打法，然后观察，对，然后吸收嘛。虽然感觉没有什么用力，然后我就已经快负荷不住了，所以觉得自己还是差很远，要继续努力加油。黄金敏学长吧，因为他也是原住民嘛，然后我也是原住民，然后就欣赏他的打球的很野啊，然后也喜欢他投篮很稳定，就是要朝他这边学习啊，这样。对，周瑜翔吧，周瑜翔就是很厉害啊，能投能切，我也希望自己能像他一样。